王俊凯大学班级大合照曝光，帅哥美女云集，超级养眼。王俊凯的齐刘海发型令人一眼就能找到，网友评论道，这个发型很乖，帅哥美女里他很显小，能不能给我小凯弟弟换个发型，都大学生了。9月5号，网曝王俊凯一身黑色牛仔外套现身北京电影学院开学典礼。作为新晋大学生，王俊凯在人群中排队十分低调，略微睡眼惺忪的样子。网友爆料称，典礼结束后，王俊凯看到粉丝跟拍后对粉丝大喊，你们干嘛呢，发脾气的样子也是蛮凶的，因为同学们都在回头看粉丝们，让王俊凯感到不舒服。9月2号是报道的第一天，有媒体记者在学校门口随机采访了几位即将和王俊凯成为同学的新生，有的新生表示，要和王俊凯成为同学感觉压力蛮大的，因为他能力还挺强的。也有的新生坦言，能和王俊凯成为同学很幸运，不过也有新生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只会当王俊凯是同学。